我喜欢收集故事，分享给喜欢故事的朋友听。我已经去过了很多地方，玉城、千枯城、金庭城、沙海，还遇见了沙之盟的朋友们。云中的故事还在继续，可我听说，云中末地这只是王者大陆的一小部分，末地之外，还有一番更广阔的天地。父亲说过，故事会在旅途中萌芽，那我要继续出发，踏上新的旅程了。火鹰号，起航！